有段姻缘啦吼，因为阮丈人之前嘛是伫圣母圣母宫哦，伫王母娘娘来服务哦，啊，今仔圣母宫位延平路一段哦，参加咱即马元皮节哈，是咱的宫主非常用心哦，来替咱王母娘娘来找新的所在，来今仔再来举行今仔安座大典吼。啊，今日个咱香山的议员陈庆年助理吴浩宇吼、哦，一同来祝贺吼、哦。啊，今日看到真侪老朋友吼、哦，其实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吼、哦，真侪公庙活动拢停办啦吼、哦，政府拢来互咱办，因为惊疫情有报告吼。啊，年底即摆疫情较好的时阵吼、哦，大家是再让来举办吼、哦。啊，咱今日非常侪委员的。我徛伫台顶哦，非常侪委员来咱县府用斗三工哦，才会当互咱今日会当圆满哦。伫这过程中哦，对我强助王好哦，来介绍足侪干部哦，非常的辛苦，出钱出力哦，来替咱县府用哦，共同来完成这大业哦。我想讲县府用今日安坐伫遮哦，希望会让鼓鼓腾腾。爸爸妮妮哦，来共咱这挂善男信女哦，来共同来供奉哦。啊，咱的王母娘娘一定会保庇大家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我嘛代表立法委员郑正乾哦，在2022年哦虎年的第二天来祝福大家哦，未来的一年哦，拢会让赚大钱、发大财，啊，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感谢大家，谢谢。哇，谢谢。永柱啊，你要不要为大家高歌一曲？我有歌手啊。啊，你有歌手没？我知道你有歌手啊。啊，歌手在台上也会寂寞难耐啊，没人陪伊唱呢。我好不好？你们都在那边害我。没啦，唱歌俩无出声，对不？这样啦，好了，不要紧，好，我们来后边节目嘛，够就多啦，来。那现在呢？先来欢迎我们的甜心，准备三口琴好啊，未？还是阿未琴好？不要紧啦，内底无琴不要紧，来我叫琴好就好了。啊，来，紧接下来哈，为了我们介绍这一位哦，这一位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要进去了，因为呢，我没有面子站在他旁边哈。对你找一个这么大的，然后我今天穿这样子还好，我包起来不要紧哦，来。那我刚刚怎么听到把布的声音？好，来欢迎我们的甜心的第一首歌曲，来恋爱来照，恋爱照，你有恋爱来照，丢丢丢丢丢，也没照起来。来恋爱的爱来照，是吧？来，再来这首舞曲《恋爱预兆》。
好，谢谢。你安尼就要当这样人？哦，你赶火车哦、喔。我想讲咧，领导上跟我讲一下话，你就讲了了安尼。哦，咱今仔吼先来欢迎咱的吼先，竹北市民代表咱的蔡文山蔡代表，欢迎。好，欢迎欢迎欢迎。今仔吼是咱的吼新闻间吼咱的安卓台电吼来到这个好山好水好宝地所在啦吼，来吼今仔吼嘛爱感谢感谢吼咱三位党，我跟你讲咱三位党吼，我跟你讲，伊就简单嘞，伊拢坐咧讲一套，啊只是讲吼，伊个衫吼穿啊无同色，啊你也认得着吼，吼头一个吼是咱的吼，咱的郑景义，咱的郑董，郑董你个挥挥手。哇、哦，刚刚看到情侣装的有那红的有哦，哇，对对对，啊，过来吼是咱的李正顺的李董，哦，李董，跟你赶快请哦的吼情侣装吼，好，啊，咱的陈俊龙的担当嘞，啊，你阿妹啊，女生要有矜持，是，你们阿妹只看到帅哥，李董。哦，伊讲爱你啦，伊不爱我啦，吼、哦，伊唔知影讲吼，伊即马爱你不爱我，因为吼，伊那是你输温情，输温情啊，真的啦，哦，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呐，真的真的吼，阿哥吼，你等你下期的时阵吼、哦，你看有看帅哥要跟你合唱无？我来讲吼，我来讲，我即马听雨来。阿妹啊，哎、欸，哥哥，你去牙出来都爱出来，你知无？有没？你去去牙，鹿港吼、哦。哦，对哦。我喜欢吃那边的牛舌饼。我来讲，咱鹿港吼、哦、有一个吼、哦，我好多就印象深刻嘞。是。有一个花真正，来你点看麦嘞，来。这边吗？对、哦。金虎。来，台语来。不行，这样有点难。真的啦，伊就甲你讲真好啦，你就对啊啦。哦，你若讲真好啦，伊就欢喜。真好啦，对哦。有点难听啊，就是。不会啊，你不会今年是虎年金虎，好吗？是虎年，是不是金虎啦？对不？金虎嘛，对，是代表，你安尼了解无？代表虎年有无？金虎，对不？是，安尼了解无？是金虎啦，所以吼。你等下有无？会使去咱的好人会找我吗？看有啥物来甲你合作。好，来我们的贴心哦，我带着我们的无线麦克风下去跟大家吼 say hello。Thank you。我咱的家族吼，咱的衣食父母，啊，跟咱的好人会吼，咱好人会在一起。Thank you.
你飞去哪？刚刚跟人家走一圈，还没回去，很忙。等一下，你刚刚跟谁走了？没有啊，在那边。你我来讲后山，金后兰。哦哦哦，在金后兰。在后兰去了，对对，后兰回。啊啊，伊有人要跟你，我等我等我等，有人要跟你唱歌无？对，伊牙齿我第下，我牙齿。真的吗？有牙看，你要给他看起来，你要给他看起来吼。啊，你袂使对人安怎较斯文呢？我来啊，我来啊，我还没走完呢。等等，我先去拜拜，我先去拜拜者。我先去拜拜者。好啦，哦，来讲吼，上重要的都是爱来甲新人甲咱拜拜者，真的。我来啊，我来啊，我来。祈求咱吼，咱会使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哈。因为阮走场的吼，歌手每一个吼都是飙车女，都爱较细腻的。是可能我是你导，都是你啊。啊，对。啊，都是啊。来来来来，哥哥哥哥，你休假，我袂甲你讲，休假甲你出笑啊！你安尼甲，我袂甲你讲，你安尼甲呢，伊会难过伤心的。我知影，我婆写对唔对？咱两个婆写两个吹牛。嘿嘿嘿，我来干嘛？这种气氛袂歹。你卖拍谁？你放心，不是闹洞房。我也是，你安脱一下外套。你可不可以脱一下了？我脱一下，你可以脱一下。我脱一下外套，真的。无啦，你可以脱外套啦。哎那，哦，咱大哥咱贵姓？我姓谢。谢大哥得对哦。大哥，你要唱什么歌啊？你要唱什么？你也使唱下唱的呀。那唱的你啊？哎，那侬唱出来跟你拼啊？你是嘞？有钱呀，明明也是开过龙。我来跟我这个，我这个妹啊，老哥子耶，你下都有发现一件代志无？啊？哎，哥哥，谢大哥，你有感觉伊跟你讲话的时阵无？啊，一直嘟过，一直嘟过。阿宝，阿宝，没有这样的形象。我不是，我以这是，以这叫做啥子啊？我以吸引力太重，你知道我才会一直嘟过去。我没有螃蟹。不是，异性会相吸，同性会排斥。那我们就还唱嗨婆了，还是国际家庭了？然后，一时功力都很要的，对吧？啊，一干嘛你然后，你这么坚持，吼，你嘛要有一个男人的坚持，嘿呀、啊，就给我。男人的背后就要一个女人的支撑，对不对？所以说我决定，他会撑住你，你放心好了。我要撑住他吗？快给他看见了不？快给他看见了。你放心嘛。
是这种的较好看吼，无那就好看。放心啊，你就不敢转过来。那你可以转过来，对呀、啊，转过去就好了。对呀、啊，对呀、啊啊。你要跟他合唱吗？你想跟他合唱吗？你要跟我合唱吗？还要我去牵你吗？不要吗？真的吗？他说好了。真的、啊，然后去牵你。来，我跟你讲、啊，刚刚那首歌古琴杨明还没唱哎、欸。没关系，人家是年轻人，你可以叫他唱国语歌啊。也不见台语歌，这台语歌才热情，我还没听到，哎，好的，哎，阿亮，不要害羞啊，我下来，你放心，你放心，小姐不会对你怎么样。妹妹，我先把你牵上来，现在的改良了，你哪都照吧，你唱国语啊，唱国语也可以啊，你知道吗？女生哦，女生都喜欢哦。